小晴推的《不为什么》好好听、啊、不为什么、我刚才想说不为什么，对，他们的歌很酷，就是例如说哎、欸，你最近有听那首很好听的歌吗？哪一首？懒得跟你讲、啊、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懒得跟你讲？你可以跟我说啊，到底是什么歌？懒得跟你讲啦、啊、你告诉我。没有，那首歌叫懒得跟你讲，然后小晴他的那首歌不为什么蛮好听的哈，所以你为什么会喜欢那首歌？不为什么，不为什么很好听，所以真的、哦、就是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可是不为什么真的很好听。李子婷也有一首，你听听就好，哪一首？你听听就好，你要讲了我才知道啊，你听听就好。好吧，你不想告诉我就算嘛。不然你听，别问，很可怕。那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？